way again, Ben. Woo! Uh-oh. Ready, steady.大家好，我是白石牧马人唐大叔。2018年，两台最酷的吉普都在我面前了。18年的 JL 加高了，还有18年的，我们也叫 Hellcat 大切或者是 Trackhawk。那两台最令人兴奋的双旗舰都摆在面前了，我觉得挺好玩的。第一，给大家看看不同，但今天主角肯定是它。咱们来个全球中文手册，来讲一讲这个 Hellcat。曾经有个说法呢，就是最不应该坐的吉普。一个公路上的这种小霸王，对吧？一个707匹马力 V8 6.2 Supercharged 的引擎，没想到呢，从 SRT 开始是一个大成功，结果 SRT 之后咱们更上一层楼，做了一个707匹马力的这个引擎。刚刚大家玩了一下都觉得哇，都跑出来看，所以还耽误了一会儿才能看这个车。那大家来看一看吧。大切诺基到2017年的时候改款了，前脸呢看上去更爷们一点，同时呢旁边大切诺基的 Grand Cherokee 这几个字的字体也换了。那地狱猫呢，除了改了字体之后的大切，下面还加了 Supercharged 这几个字。流行和趋势呢都是每年在变的。Burbo 的刹车大家看到今年用的是黄色的，曾经大家都看过红色的。地狱猫的大切呢已经用了所有大切诺基或者克莱斯勒最新最好的一些东西了，包括呢大眼睛唐大叔说的 ACC， 既可以控制速度又可以呢帮助自动停车，标志性的进气口。那 SRT 这个级别既有功能性呢又有外观。侧面看呢，大切车身比较低，完全是有这种公路性能 SUV 的一种感觉。门打开之后呢，在地板上呢有 Supercharged 这么一个标志，同时呢小地毯 Trackhawk 独有的标志。更多的标志可以找到，包括座位。第二个可以看到的呢 Trackhawk 标志就在后面。另外呢，第一次使用了四个排气管的设计。那座位的话呢，依然沿用了这种标准的赛车椅吧这种概念。首先呢，位置会比较包裹一点，对吧？在里面会很舒服。第二的话呢，外面都是皮质的，但中间这一段呢是用这种比较耐磨的这种布置的，对吧？那坐这种车的时候开很快，不会滑来滑去。刚刚我们测试的时候呢，推背感还是很厉害的，所以是这样子的设计。里面呢也是用黑酷的感觉，然后经典的大切诺基。同时这一块呢，原来大切很多颜色里面会用这种暗金色的，那我们现在这种银色，配合方向盘也是这样子。大家比较关心方向盘这里呢，从去年开始，标志性我们用吉普，那当然新的 Trackhawk 就会有它独有的标志在方向盘的下面。整个方向盘呢是这种赛车方向盘的感觉，另外后面我们叫 paddle shifter 的设计，在换挡的时候可以体验一下不同开车感觉，像 F1 赛车一样，用这两个东西来弄。标配的 Harman Kardon 的19个喇叭音响，大家都已经知道了，在 SRT 上同样的。当然配置方面呢，这个级别的大切不用说了，肯定很不错的。大家比较关心的后排座位呢，大家来看一眼吧。大切诺基呢是一个全大小，我们叫 full size SUV， 五座的。后面的座位呢，可以最多放三个婴儿座椅，坐三个成人。但是大家要知道，性能 SUV 呢，大切诺基来讲它不是最宽的，好吧？但是呢，操控性各方面，正常家庭用是足够了。高级别的大切诺基比较酷的两个地方呢，第一，我们的脱钩组会藏在下面，平时很漂亮，打开之后可以用。第二的话呢，我们后面的空间当然都是全电的，这一个大空间呢，正常来讲是很够用了。所有东西都有。哎呀，哎，啊，哦，当然，一定的安全设计肯定也是有的啦。今天呢，唐大叔陪大家简单看看这台车吧，也有一点点小的试驾的感觉。当然不用说了，这一台最不应该坐的吉普，在马路上的霸主，适合的人群肯定是大家喜欢这种大马力 SUV 的。第二的话呢，最好的四驱系统或者我们讲全驱系统吧，任何情况也能应付，而且大家喜欢吉普这个品牌的，最主要市场上有这样马力的
可以四轮一起去，我们叫 burnout 烧轮胎这种的车也是不多的。所以这条车当然大家如果喜欢这种大马力的肯定都不用说了，那对其他人来讲，包括唐大叔喜欢牧马人越野的这种人来讲，我们大家一起来过过眼瘾。好的，今天呢非常兴奋的，咱们来全球中文小测一下吧，来看看这台全新的2018年大家一直在等的地狱小野猫的大切诺基。那当然了，如果喜欢这个视频记得点赞，如果不喜欢呢，或者觉得哪里做得不好，可以给唐大叔留言来分享一下你的意见，就不要给差评了好不好。当然如果你住在加拿大温哥华或者在附近，喜欢这个车呢，可以找唐大叔来买这个吉普来支持一下业务，广告的话依然这么多了好不好。非常非常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我是白石牧马人唐大叔，我们下次再见喽，拜拜。大家都知道 Hellcat 有两种双钥匙设计，红色钥匙呢就可以把所有的马力放开的，另外一把黑色呢会限制一点马力。咱们来看看，发动起来 ，Supercharged。在咱们短暂的测试里呢，最好的速度0到100 5.8秒，哈哈，咱们正常开呢9秒以内肯定是没问题的。